会播流行歌啊，觉得一般乐团要上媒体的门槛太高了，其实就是钱，钱，对啊，没有钱他也不会帮我们播东西啊。你知道我和他去那个台湾乐团节的记者会啊，结束之后我们要送记者 CD， 记者还不要拿，啊、超廉价。你的曝光度还不如 AB 女优，再讲下去可能太下流，会漏，所以为什么叫下流？
从现在我不会再逃避，重新的欢喜埋葬在我心底的血液，曾触及我的心不在意，屏息不放弃，慢慢的朝着我的梦前进。忘了吧，混乱的事不再提，放了吧，把心事变回忆。
他们只在乎那种速成的，然后也，而且我们每次要发媒体都要想梗，干嘛想梗？我操他，就真的很无聊呢。所以基本上他就不会想去了解你，你能给我什么东西？他也懒得做功课，所以怎么会有音乐的环境？但是也大家也看习惯了，也就这样。然后痛久了就变不痛，这样觉得很奇怪。那我希望是将来慢慢有更多人真的知道，哎，我们有些很用心在做音乐的人，能够透过一些媒体管道，啊，让更多人知道，其实音乐是一个很有良心的事业。Yeah.
真的最缺的就是钱。这些钱不是说你赚到的钱还是怎样，而是这个市场里面流动的资金有多少。那么如果你做音乐人这个行业它不能赚钱，那基本上你爸爸妈妈可能也不会同意你要去做这件事情。那在一个主流的价值观当中，这种东西就是纯粹自己很爽，然后你照顾不了任何人，你没有办法以这件事情来当一个职业或者是一个你可以生活的方式。那个日本或者是美国，他们办的音乐季，
他们其实他们的音响系设备跟我们差不多，可是他们为什么调出来的那个声音是比我们好上好几倍？这是我觉得我们的那个 PA 人员可能要再更加的加油。对，曾经我们有一次在台中表演，然后那个场地可能会有好几百个人会来，可是小白的音响只有这么小，比他的头还小。PA 的技术有没有到一个程度？这个会影响到乐团的演出非常非常大，就好像说我们今天请玛丽亚凯莉来唱歌，可是你给她烂麦克风、烂的音箱、烂的喇叭，她声音出去哈，她还是不够好听。对，其实我就每次我们比如彩排前彩排好，跟表演真的是那个sound就会变得不一样。其实也不是说责怪 PA 先生啊，就是希望可以大家可以一起加油，把这个环境弄得更好。以前我们出去大概十几年前啊，可能都是遇到那种以前阿德东做拿卡西也都是弄满的。其实在这几年，我们已经开始慢慢可以感觉得到，就是普遍的那个水准都有提升。我是持乐观的态度，就是说，因为就是这么多年来，这些玩乐团的朋友慢慢的成长，慢慢的茁壮，然后他们对于PA 的PA 音响的这个品质要求也慢慢的有那个概念，所以整个环境，我相信。这个 PA 音响工程的部分以后应该是会继续成长。嗯哼。